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请诸位大德翻开《大般涅槃经》经本第382页。我们今天从382页经文第五行中段，从尔时世尊大悲导师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大般涅槃经》经本382页经文第五行中段，尔时这个地方起。尔时世尊大悲导师为阿舍世王入业爱三昧，入三昧以放大光明，其光清凉往照王身，身疮记忆欲真除灭，王觉昌以身体清凉，以起婆言：成闻人说绝将易尽，三业并现。当世之时，一切众生患苦悉除。时机未至，此光何来？照处无声，疮苦除亦深得安乐。其伯答言：此非绝尽三业并照，也非火入心宿，药草宝珠天光。王又问言：楚光若非三业并照宝珠明者，为是谁光？大王当知，是天中天所放光明，是光无根，无有边际，非热非能，非常非灭，非色非无色，非相非无相，非青非黄，非赤非白，欲度众生，故时可见，有相可说，有根有边，有热有冷，青黄赤白。大王，是光虽而实不可说，不可睹见，乃至唯有青黄赤白啊。王言：起婆，彼通天中天，以何一年放失光明呢？大王，今世瑞相四相未及呀、啊，以王先言四无良医疗治身心，故放失光。先治王身，然后及心。我们继续前面佛陀在居士那拉城啊，这是个小国，梭罗双树林中啊，这是在红河的彼岸，看到红河南岸的摩揭陀国王舍城，这阿舍双昏倒在地，这当然是天眼才能够看得到，这距离上千里的很远。他说到他将为阿舍世王永住一世，而不入无余涅槃。那假设菩萨就问了：佛陀为什么
只为阿瑟斯王一人永驻一世啊，啊，而不是为一切有情的。这时候佛陀详细说明这为阿瑟斯王的深意啊，不仅仅是为阿瑟斯王永驻一世以外，包括为一切未破无明的众生而永驻一世，不入无余涅槃。换句话来说，若有一众生未成佛，佛绝不入涅槃啊，一定等一切有情大家同破无明，成正法身，成佛道，那时候佛陀才会休息啊。在菩萨的大愿，十个大愿，虚空无尽啊，如果虚空乃尽才会入涅槃啊。这个别教初地菩萨，原教初住菩萨，当他破无明正法身的时候，都发着十五尽的大愿。这十五尽的大愿统摄一句话啊，若有众生未成佛，终不以此取涅槃。只要有个众生还没成佛，绝对不会休息的，一定永恒住宿普度众生啊。所以我常说啊，只要你用功，必有三宝帮助你啊，除了帮你消除我们的三障诸烦恼，当然你消除三烦恼啊会受点苦，但绝对不会要我们的命的啊，帮我们消除业障，业障消除你才会开悟见性啊。所以这个卫生阿舍斯未生愿啊，我们一切有情还没有生在人间，已经就的见之后知末无明，根本无明的这些烦恼习气啊，只要这些烦恼习气在，佛绝对永驻于世，帮助我们就近解脱啊，真的是大慈大悲啊。啊，那佛都告诉迦叶菩萨，佛法不可思议啊，啊，所以佛宝不可思议，法宝不可思议，身宝也不可思议，大涅槃经也不可思议。有大涅槃经呢，就是讲佛性的，那这佛法身三宝就佛性的体相用，具体大，具象大，具用大，过去常乐我净。这个真如自信绝对不能落心力士的思量啊，唯有你直下慧起，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所以不能思不能意啊。所以古德常讲啊，向上一路密不通风，也有讲向上一着千圣不传，没有办法传，传的就是法执啊，就是让你受染了，不是染世间法，就染出世间法。所以唯有你直下慧起，不能落心力士的思量啊，直下承担，即心即佛。而这个直下承担也不能还有承担个什么东西，也是假个名词，叫做直下承担，你还有个承那个东西，那还是不离事相，还是有所得。所以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因此我们真如自信呢，体相用，这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啊，这不可思不可议啊，唯有你证悟乃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看382页经文第五行的中段。尔时世尊大悲导师为阿瑟世王入业爱三昧，入三昧以放大光明，其光清凉，往照往身，往身疮记忆欲真除灭啊。佛陀解说完了，为阿瑟为迦叶菩萨解说完了以后，当然佛陀他还没有入涅槃前说法，都是啊借家福座而说啊。你看金刚经
啊，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佛陀唤世己说一波喜足矣啊，趺坐而坐，他都是趺坐而坐啊，入涅槃的时候才啊握在金光入涅槃，所以他是趺坐而坐的。那趺坐而坐，哎，佛陀坐在那里，那个是应化身啊，佛陀真正的佛是法身的，是佛性的，是佛性的，佛性不动啊，非常非断啊，像虚空一样，是空灵不灭啊，是冲塞法界的第一空啊，但不是完空啊，量等虚空啊，像虚空一样无形无相，但虚空是完空，它是空灵不灭，而且空灵不灭的佛性是聚恒沙妙德，是具足界定慧啊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自心无非是为戒，自心不乱是为定，自心无痴是为慧啊！”所以我们的真如佛性，勉强讲，具恒沙三昧啊，无量的三昧，因为是定慧一体啊，这是勉强讲啊啊！哪有什么？定慧是因为我们失掉了，所以我们才修学定慧等持，然后入定慧一体呀、啊。定慧一体就破无明了，无功用心了，即定即慧，即慧即定，慧就是我们真如自性的妙用，定就是真如自性之体，体用不二，体用一如，诸佛如来永远都是这个境界的。因为如来的应化身是在浩瀚的宇宙中、啊、我们这浩瀚的宇宙，十法界浩瀚的宇宙，它的体性就是真如啊，就是我们本心嘛，人人的本心啊、嗯、那因为无始幻无明，有那个无明风暴啊，啊，依于这个缘起的真理，我们的真如自性缘起的游戏规则，幻化出十法界三千诸法。其实我们的真如觉性就是觉呀、啊、就是个觉性，所以我常讲，哪一天我们一切有情众生大家同破无明，那只是恢复到一个空灵不灭的觉性，这里面哪有什么大小，就是觉呀、啊、就好像我们第六识它就是分别呀、啊、分别的觉性、啊、是个分别、啊、分别心、啊、当然有大小，但是你日有所思啊，如果你想的范围非常的大广大，他晚上就给你做一个很大的梦、对不对？哦，好大的梦，有虚空，有过去，有现在，未来，有日月星辰，啊，这个好大的梦。醒过来，这个梦哪里有大小？没有大小啊，只是个觉啊。我们这浩瀚的宇宙就是这样啊，它的体性就是觉，幻现出十法界三千诸法了。在佛性，哈、啊，也就是这十法是。司法界三千诸法的体性啊啊，这司法界当体即空，说万法唯心就是心，佛就是万法唯心的这念的本心啊，啊，所以说司法界三千诸法，一切万法都是如来的体性，但是你怎么从司法界三千诸法看到这如来的体性呢？有个方法，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要知道这全相即性、啊、这一切相都是性体啊，所以叫相貌见，见相就是见性、啊、性相不二啊，事理一不二，性相一如啊，所以佛在一切处都有佛，法身遍一切处啊。那我们南瞻部洲的得度的因缘成熟了啊，佛也不用来，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找个因缘应化，视线应化，八相成道而已啊！这本经说得好清楚啊！从佛陀入母胎一直到出生，他不是透过父精母血、啊，全体的过程都是应化随顺人间啊生产的过程的应化而出生的人间，哪有来哪有去？当初啊，随因缘当初升起啊，啊，那随因缘啊。宿世的因缘尽了，
啊，视线跟入涅盘，其实当初灭尽的回到法界里面，哪有来哪有去啊。所以佛陀是真实，是活在法身境界，是觉性里面，哪有这个印化，就是活在这印化身，这个印化是表演的啊，那印化所以如来随时都在无量三昧之中啊，那无量三昧其实就是绝代的真实三昧，即体大，即相大，即用大，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各即常乐我净，这个叫做无量无量无边的三昧的本体，就是这样，佛陀就是这样啊。那佛陀说法来表演为了帮助已经昏迷在地上的阿舍世王啊，表演一下，入了业爱三昧，表演了、他根本不需要表演，他在比手画脚都可以展现任何的三昧啊，但是表演众生着相，所以必须表演一下啊，如来入三昧了，放个光明哦，这个由菩萨在那说明，就是业爱三昧啊，等等，佛无量三昧啊，这无量三昧统摄。就是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啊，就再统摄就是即体即用，体用不二，体用一如啊，就看什么因缘做那个表演，视线帮助众生而已啊。你看看那个前教菩萨啊，十回向修中观，他洗两边分别只修中观，还没有破明见性呢。他就可以证得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啊！啊，为什么叫自在？游戏神通自在啊！你还不到这个境界以前，啊，你要展现神通，还要有个入定的定，一个作意，入定，入定观察。到了十回向修中观，他根本不需要入定观察，他随时一展现神通就现前了。根本不需要他一个作意的入定。你看玄奘大师要知道他以前遇到那一位啊，住在山洞里面那一位大修行者是跑到什么地方去，他还要入定观察，一看哦，原来这位大修行人啊，是跑到尉迟将军家里投胎，而不是当唐太宗的皇太子啊，哎呀，是跑到将军府当将军府的公子去了，他还入定观察。如果是十回向的菩萨，他不需要啊，他马上就在谈话之中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境界了。那佛陀是就近佛位，哪需要还要再入一下啊？这个业爱三昧那是表演的啊，这业爱三昧，一三昧就是无尽的三昧，无尽的三昧就是一三昧，因为它只有体用而已，体用不二，体用一如，啊，就在那个时候一接触就明白就知道现这个作用，完全就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完全不需要什么，那是给我们众生分别哦，这叫业爱三昧，这叫什么？其实无爱三昧就是一个真如自性的体用而已啊，所以他入这个。为阿舍世王入业爱三昧，因为看到阿舍世王昏迷在地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业爱三昧啊，这是如来放光的神通力啊，加持力、啊。看到这业爱，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业每一个众生都喜欢月光的清明啊，尤其到了那个月中旬的时候，那个月亮啊，又圆又大。照在身上是清凉又光明，不会很热。啊，夏天的太阳照在身上很热，尤其印度，啊，这个热带的气候，太阳照在身上热得不得了。晚上那个月亮照出来非常清凉，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月光，啊，那就越爱光，越爱三昧，一看就知道让你得到清凉自在。那至于这越爱三昧呢，底下会有详细的解释。你看一下，383页，啊，第五行。等一下我们就会说明到了。王第五行中间，王去问人：何等名为业爱三昧？悉婆答言：譬如月光能令一切优婆华开敷鲜明，业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众生善行开悟，是故名业爱三昧。啊，
大王譬如夜光能令一切行路之人心生欢喜，夜叉们亦复如是，能令修习涅槃道的心生欢喜，是故护名夜叉们等等。这个我们留在等一下再来说明。是啊，我只是告诉大家，大家听了这个夜爱三昧，已经知道让大家清凉清爽快乐安稳欢喜啊。佛陀放出哈、入夜爱三昧，然后入三昧放大光明，这是在表演，这是在表演给众生看。所以你看，佛陀入三昧，放出一个夜啊，这个一个光明，清凉的光明，这个名字夜爱三昧在表演呢。其实呢，佛陀放光就是根本不需要啊，自在神通三昧啊，他随时都在具体大、具象大、具用大，随时都在具法身、具般若、具解脱，而且根本不用想，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一看到这个就知道该怎么用，就像镜子浮来浮现的，暗来暗现。所以叫做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作用。这只是个表演的过程，表演入夜爱三昧啊，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做示现呢、那这是放大光明，这个光啊，清凉往照往生啊，你看它那么远，上千里的这光线光明照在阿舍斯王的身上。阿舍斯王的窗啊，当然啊，这个一光线是绝对是扩散的，四方的扩散，这四方的夜爱，这个夜爱上面光芒四射啊，光芒四射，那当然一样会照到阿舍斯王身上。你看这个光很强啊，但是呢很光明啊，像月这样清凉啊，月亮这个白光啊，很清凉啊，不会让你觉得刺眼啊。但你想想看啊，照上千里的光线啊，如果是我们在现在的科技啊，你可千万不要看它的光眼啊，保证眼睛被照瞎了。为什么？变成探照灯啊，变成镭射光才不好照那么远。佛光不需要，佛光只是线而已啊。我们等一下要告诉大家，因为整体的宇宙就是一个光明体啊，因为它是佛性，它全体就是光明体啊，那无量变得光明啊，合起来就是它就是光明体啊，就是我们的众生的业力啊，众生的业力看需要有这个日光啊，需要有太阳光，你才会看到光明啊，是我们的业力啊，它就是通常的光明体啊，那如果猫头鹰啊，对不对？嘿，它我们的光明，我们白天有太阳，它说暗得不得了，它看不到啊。而晚上我们都看不到的，它说哇好亮啊，它都跑出来了，是奇怪的很啊。这世界本来就是光明体啊，是众生的业力，有时候在某个时候它看到光，有的众生在什么看到暗，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它全体就是光明体，因为整个司法界三千处啊，它体现的真如，真如就是我们生命的本源，这个真如本身就是个光明体啊。你知道，但这真如本性，它具足万法，具恒沙妙德，能生万法，所以当如来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他无住身心，世事无碍，一刹那间，他什么光明？需要啊，一爱光明的白光哦，就透射出来就一片白色的光明。当他需要看什么，需要光明哦，一片的蓝光，一片的什么光都可以随他的因缘啊，因为具足万法，能生万法呀、就像我们的太阳光本来是无色，对不对？太阳光无色啊，但是呢，它碰到一眼，它会变红色啊，会变绿色啊，乃至会变七彩啊，七彩的霓虹啊，对不对？你有时候我们看他的电视在报道，哇，整个天空像上次他报道大陆整个天空都是红色的，有没有看到电视报道？有时候整个天空都是蓝色的，都是黄色的，就是随他随因缘在变这个色啊。我们真如自性就是这样，佛陀无住身心，现这个光明相，让知道啊，这夜爱三昧照在身上清凉，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具体大、具象大、具用大。
完全不入心理师的思量了，不是活在坐在那里，我想一想，这个我应该放什么光来照它，我选择越爱三昧，我用什么，没有那一回事啊，那这心理师啊，他不需要，那完全是一接触就明白，自生自显了。所以啊，这不前面刚讲吗？哎，这个大涅槃不可思议啊，这佛性不可思议啊。啊，那这个光明往照往生啊，这个光明那个照1000多里路，照到王的隔王的身上，光明，光明四射，而且非常的柔和，非常的清凉，一点都不刺眼，那么上千里，我们现在科技保证做不到。为什么到处都可以有光明？它光明是完全一样的。在佛陀旁边也是那种亮度，在那么远也是那个亮度，因为整个法界就是真如，真如本身就是光明体，它只让它现而已啊，现出来而已，所以通通一样。那我们的科技不行，我们需要探照中的一射七射，七射的那个地方光度也许剩下20，这个地方的100，哦，你不能看到这100，保证眼睛都受不了。这个自信光明完全平等啊，所以啊，这个。其光清凉，往照往生啊，身疮记忆欲真除灭啊，身上的这个疮啊就好了，这个一照这疮就好了，而且那个阿瑟斯王那个忧郁，那个不准，那个烦恼，那个苦恼也消除了，欲真除灭啊，像水蒸气这样加热，哦，一下子这个郁气啊，水气就消失掉了，所以这烦恼就除灭了。那这个时候呢，王杰昌毅身体清凉啊，意气颇言，陈文仁说结将意尽，三业并现呢、啊。当世之时，一切众生患苦悉除啊，实际未至，此光何来？照处无声，仓苦除意，深得安乐啊！这么一照，本来王都昏倒了，为什么？啊，又惊又吓，又苦又恼啊，苦恼万般昏倒了。可是光这么一照，哎，他醒过来了，哎，一下就苏醒过来了，苏醒过来，哎，很讶异啊，感觉非常的讶异啊，就问哈。身体觉得非常的清凉愉快啊，就问这个名医啊，这大医王启婆啊，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这是他的名字，叫启婆，而不是老太婆啊，不是婆婆啊，他啊，启婆就是固活的意思啊，固活不将你挖起来，那我们的俗话叫做起死回生，这个医生够让你起死回生的名医，所以这个启婆是个名医，不是个婆婆、啊、就问这个启婆名医啊，问到啊，陈文呐、啊，如果我们中国的皇帝就是朕文啊，陈文人说什么什么，对不对？自己称为朕，对不对？啊，那时候死亡，他就是他没有啊，不说。本王怎么样？他只是我曾经啊，听到有人说啊，结将意尽的时候啊，三业并尽了、啊。这结是指住结，住结，因为我们一大结有四个终结啊，这个四个终结就是尘住坏空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成立的时候成结。如果我们遇到我们科学现在的说明，就是宇宙的大爆炸，一爆爆的很多星辰啊，住沉结啊，然后沉开始就住结啊，然后住结到了一个期间就开始变坏了啊，就变成啊坏结，沉住坏开始变坏了，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住了啊，就是也是温度过高或是太冷了，或是空气污染很严重，开始变坏了，到最后就空结啊，坏了以后，最后就又是一个大爆炸，都通通变成空虚空了。
啊，所以叫做微尘聚成世界，世界散又成微尘。那微尘是小的，非常小啊，尤其像我们现在所讲夸克这种东西啊，小至非常小啊。那所以在注解的，我们在这个一大节里面呢，只有注解有众生啊。那在一大节里面，也只有在注解有千佛出世啊，有一千尊佛出世在我们世间啊。那我们现在是贤劫，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第四尊佛。那贤劫的第一千尊佛，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韦陀金刚护法菩萨啊，由他来示现成佛啊，韦陀菩萨示现成佛的。所以这个阿舍世王说，我曾听啊，听这个仙人呐， 这仙人说到啊，在我们注解要尽的时候啊，啊，有三个月亮并现，同时会现出三个月亮，啊，就在我们成住坏空的注解，人类将要灭亡的时候，有三个月亮会同时出现。那个时候呢，那个三个月亮同时出现的时候就很光明，一个月亮就已经是白光很光明了，三个月亮同时现前，那光明当然是强三倍嘛。那个时候三倍的那个光，那个月光照在一切众生的身上，众生一切患苦都除掉了，就像啊阿舍世王讲啊，就苍痛啊、臭容啊、身苦啊、病痛，一切都消除啊。那奇怪呢，啊，现在看起来又好像不是注解要灭的时候啊，啊，注解要灭都有注解要灭的那个先前的那个现象啊，啊，现在什么现象都没有啊，要那个现象不是山河变色了，就是什么气温加高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好像有一点点，对不对？气温如果加高了，到了多少度啊？我们生命就不能存在了啊！我现在不看起来都不是啊，都很正常，生活很正常啊。说实际位置怎么会有突然有这种光线呢？啊，这种很清凉的月光，又这么光明的白色的月光照到我的身上来啊！一照到我身上，哇！我觉得毒汤，觉得痛苦，觉得苦恼啊！哎，我全部都消除了，而且身上刚才是烦恼、恐怖、忧虑、挂碍，现在通通没有了，感到非常的快乐，很安乐了。这怎么突然这样呢？这奇怪了，不对啊！哎，他就问齐伯，你看这个齐伯很厉害啊，他也是一样广学多闻了。他一听，哎，他就知道了。齐伯答言了，哎，他真的是啊，这个佛弟子啊，而且呢，有一点感应，有一点神通。只是我们没有说而已，他有神通，他一看就知道了，啊，那么远呢，他跟佛陀的距离一千里啊，千里路啊，一个在这个恒河的以别啊，啊，基斯那城是在恒河的以别啊，啊，摩揭陀国这个王舍城是在恒河以南的南北的距离啊，他都知道啊，齐伯就答道。指挥捷径三业并现了，哎，啊，对不起，这三业并现，当时之时，一切众生患苦虚实，实际位置，此光何来照出身？穿苦除以身得安乐啊！这个我们刚讲完，啊，那启伯就答到了，指挥捷径三业并照啊，也非火入心术。药草宝珠天光啊，齐伯就答到了，回答道：“这不是啊，这个光绝对不是捷径。你看现在怎么会有捷径的样子啦？你看，哎，国泰民安啊，一切太平啊，啊，太平盛世，怎么会有这个捷径的那种衰相呢？没有啊，啊，这不是捷径三业并照的那个时刻啊。”这也不是火的光明，也不是日的光明，也不是星宿的光明，也不是药草的光明。有种药草它有光啊，我们现在啊讲的灵光，那种药草的灵光啊，它有一种很
高成分的磷光，所以把这个药草绑在一起的时候，到了黑夜的时候会有一点磷光，因为磷光那个光也可以医治身上的一些疾病啊，就药草的光明啊，所以这个也不是那种用很大捆的药草的光明照射过来的，也不是宝珠的天光。这也不是宝珠啦，有像魔女宝珠啊，它就自己会放光啊，自己放光。还有我们的夜明珠也会放光啊，这都不是这种啊，这个宝珠的天光啊，都不是啊。那国王是说，奇怪了，那此光若非三叶并照宝珠明泽，为是谁光呢？那这不是三叶并照，又这么亮，看起来这么亮，啊。啊，而且又这么清凉，那如果不是这个三叶病灶，那又不是宝珠啊，那当然如果是那种药草的光，那很弱啊，不可能这么亮。那宝珠有的宝珠是很亮，它反射光明很强啊，那宝珠照到那上面，光线投射过来，它也不会刺眼，但那光也是非常的光明的。那种啊，就像你看我们镜子。镜子可以把这个灯光反射得很远，对不对？宝珠有这种像镜子反射光明的作用。那这如果是不是宝珠的光明者，那这是谁的光呢？那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那乞婆就继续告诉这个阿瑟斯王了：大王当知，这是天中天所放光明的，是光无根无有边际，非热非能，非常非灭，非色非无色，非相非无相，非青黄，啊，非赤白啊，啊，所以乞婆，你看，他佛学的造诣很深啊，他知道，能够讲出这个话，啊，这乞婆啊，他应该开悟见性了，他知道，他开悟啊，才能够讲得出来啊。那大王你要知道，这是天中天，这是指佛陀。天中之天啊，不是只有天人而已，天人只是天中之人啊，他是天中之天啊，至高无上，这是指佛陀啊，这是佛陀所放的光明啊。那这个光是无根无有边际啊，非热非能，非常非灭，非色非无色，非相非无相，非青黄，非赤非白啊，这个光这真如自性。就是我们生命的原貌，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是空寂性的，像空虚空一样啊。虚空有没有光明？没有啊。那虚空有没有热？不会啊。虚空会不会冷？会不会？不会嘛。虚空会不会有青黄赤白？有没有？没有啊。我们真如自性就是这样，但是差别在哪里？它是活的，它是个活体，它像虚空一样的本性，看起来就像虚空。一些歪了，是个活体的，它具足万法，它能生万法。你只要相应它，你心想什么，它能变什么出来。这么好，佛就叫你证的这个。你要真的，你如果证的自信，真如自信，你拥有所有的法界，这法界浩瀚的宇宙，通通都是你的。你爱怎么样，你怎么想怎么变。所以在佛法界里面，一真法界里面是世事无碍的，没有一丝障碍，是心想事成啊。只是带到我们人间法界，人有人的业力啊，神通不能抵业力啊。在一真法界里面是根本没有障碍，在一真法界里面可以把无量的红河沙世界的红河沙移到这个世界来合而为一，根本没有障碍。你看维摩诘所说经里面有没有举这个例子？世事无碍，这个没有障碍的世界啊，你要知道。而这么大形成这个十方法界，这么浩瀚的宇宙，还有我们这个无量的星光夜光，你看我们到了晚上看那个外太空各种光线的美啊，对不对？有人跑到北极去看北极光，看到这个是啊，非常的现眼啊，非常的美，壮观美丽啊。它体现的空气，这个虚空就是这空气的自信，这是我们人人的生命的本源，我们的本心啊，它随众生的业缘，司法界众生的因缘，幻现这司法界三千诸法，这无量无边法就是从这虚空的本性变现出来的。所以你要知道，万法为心，而心体像虚空一样，它只是多了一个生命，多了一个生命的根源啊，就这样啊。这是我们生命的原貌，就是像一些歪，它有它的游戏规则啊。那我们是被动的。我们造了业了，有根本无明，有知末无明，有见识无明，还有我们懂得持五戒、修中品善。哎，今天造了业，看到人间法界，你所看的这个境界。所以我常讲啊，当你真正体会到这个道理，你会很认命的、啊。你要知道，真的你会认命啊。你的如果
你很富有，你也觉得这没有什么。说我过去生本来我是空的，我是空灵的本性。过去生还好，今世学佛懂了这些真相，宇宙的万法的事实真相原来是这样。原来我过去生广结无量善缘，我过去生广做了好事，我广结善缘，竟然这样，大家就是跟以前所交往的这些 一切的友情，通通记录在这个生命的原貌，我们的本心里面，通通记在这里。本心像虚空一样。啊，它没有大小，但它虚空空灵不灭，虚空根本没有大小啊，就记录在这里面了。那这是刚好在人间的业力现前了，现前接受了因缘到了人间，那接了因缘跟你有缘的人，大家又碰在一起了。那因为你过去都是结善缘，所以你今生非常的得意，大家都帮助你，大家都喜欢你，大家都帮助你，你给你修出来。那如果你在今生呢，大家看到欺骗你，大家都害你，看到你就讨厌，又没有人缘，就人呢就到处就结恶缘啊，又非常的对不对？你该你做，你也是空性的，空性的东西，大家都同共这个空性，大家都是从这本体跑出来的，所以你要知道，你我之间的本体是空的呢。我们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只有这个虚空的性质起来而已啊。这虚空是生命的本源，大家同共这个东西啊。这个自信呢，康呢，会青黄赤白，大家方言，这里讲了无根无边，一直是觉醒，你还怎么会有根？哪有边？根本没有啊！那觉醒就好像我们那第六识会做梦的，第六识你去哪里找根？哪里找边？没有。但是你晚上你做梦，做个好大的梦出来啦，对不对？做个好大的梦境出来啊！我们人人都是这样的，你要知道，所以你越体会到这些道理，你会越认命啊，你不会跟他起争执。今天啊，他为什么会孽缘这么多？为什么有这么多障碍？哎，过去不好好做人，过去没有好好这样，怪自己。啊，我本来就是空的，我本来就是空的空境，但空不是完空，是生命的凌空啊！大家同共这个生命凌空，所以你过去交往的记录，大家说记录，通通记在这个凌空里面。这个凌空一点点就是法界，像。微尘那么小，它的具足了。我们现在什么几纳米、一纳米，差不多不零点零零零零零零零一的纳米，都是含藏这司法界的资料，都在里面资料库。不可思议啊，因为它没有大小啊，所以叫做小而无内，是大而无外啊，通通记录这些记录。那我们现在现前的说，跟你有缘的这些记录，通通现前了。啊，以前教的都是。觉得这恶缘，弄是欠人的钱啦，欠人的钱啦，弄个欺负人啦，都欺骗别人啊，今生的大家都要欺负你，大家跟你讨债，大家跟你讨钱、讨人情债，所以世间你占不到任何便宜啊！你要知道啊，这世间绝对占不到算便宜，而且这个法界的利息不晓得怎么算的，对不对？啊，我们人间利息，今天给你调几点几趴，那不晓得怎么算，那法界只有佛陀知道，一起帮你记下。所以，当你了解这个现象之后，你放到你心，安人了。所以，为什么你见性的人呢、啊？他会解脱啊！你怎样属邪个不是刚的命嘛？他即事见理嘛，他在这个相上都看到了空性的东西，就长在眼前了。就是那个空性变出来的东西，跟他丢板感换，他完全看得清楚了，假不了的东西啊！你要知道，所以一看就看丢了，你知道？而我们这本性这里说得很清楚，你知道？哈。无根无边际啊，没有边际啊，也不是热，也不是冷啊，我们的虚空也不是冷，也不是热、啊，我们的真如自性是这个样子啊，啊，这心行除灭，一道断呐、啊，所以啊，也非色非无色、啊，它也不是色，但是它的空灵不灭，你不能说它断灭啊，还不能说断灭，所以心行除灭，一道断了，你还不能还有一个非色非无色，这是讲共的、啊。你有一个灰色灰无色，那就是灰法相嘛。他也连法相灰法相都没有啊，连法相灰法相都没有也没有啊，没有办法讲啊。向上一路密不通风啊，只有你自己去体验到，你知道这个意思吧？所以这是你的祖先，你生命的本源，你自己的本源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些歪呢，像虚空一样子歪，它的活体啊，它聚恒沙妙德，无量的功德，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尽智妙人体本空寂，哇，功没了，真的，你要体会到这个道理啊，这就自信啊，那乃祖先，空灵不灭，知道我所说的意思吧？所以啊，非相非无相啊，哎，不是你找不到他，但是呢，他是个活体啊，他
他会行业变现出这一些东西出来啊，而这就是当体叫做他、啊，他做出来的幻境而已啊。因为你的业力变在这里嘛，所以人间的业力看到这个境界，你看到天上是外太空是康耶隆博香天人，那是我的香水海啊，那是我的生活环境的一空啊，就无啊。这个东西是第一空，眼里空有，非相非无相，这是列祖性，它是活的，你知道它是个活体，它具足万法，它能生万法，你这才不可思议。那它所以天台家讲叫理具四造两重三千，就在这一念的觉性里面几点。那我们是用四造，因为你有业力，我们有根本无明，有见思无明，还有我们有根本无明，有知末无明，又有见思烦恼，还好我们懂得持五戒，修中品善，啊，行业发现，啊，我们四造三千，造出我们人间法界的三千诸法。那诸佛菩萨，哎，他破了无明，他证的是什么？理具三千，这真如自性就康哎，他理具，所以当他无住身心的时候，心想事成，事事无碍。它变红色，哎，整个世界变红色；它变黄色，哎，整个变黄色；它变蓝色，哎，整个变蓝色。理具四照，它是用理具，所以如来可以变现有情众生十二种类身，也可以变现气世间的法界出来啊。理具它是用理具，我们是用四照，四照的不多，是变它业力牵引的。而这个它所变出来的这个东西的体性就是空的，就好像我们在做梦，我们晚上做梦，梦没有醒，哦，都是真的，对不对？梦醒过来，嘿，你再去把梦境，你还是可以把那梦境再重新想啊。但你重新想，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你就知道，哎，那就是我个人的心嘛。你重新再把梦境再拿来想了之后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你的心了。但你在梦没有醒的时候，你就当真了，就被他困住了。我们现在就梦没有醒，因为你没有见性，你见性就梦醒过来，知道这全相即性，全是即理，这完全就是一个性。所以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一切固体、液体、气体，这一切万法，你所接触的就是那个性体变出来的，一法之所应，就是那个第一义空。这里所讲的，哈，这个无根、无边际、非热、非能、非灭、非色、非无色、非相、非无相、非青黄赤白，这个东西变出来了，就这个东西变出眼前这个境界，啊，所以见相就是见性，要醒过来啊！我告诉你，这个拼命讲。所以你要知道有佛啊，真的有佛，你就要努力啊。你从解悟到这个道理，道理相应到看到这个境界，要差好几十年啊。你要知道，你如果你是不离不弃，要这么久啊，那这个中间要佛帮助你啊，或者你永远在解的程度，你根本看不到啊。看到就看到，就是这么之奇怪。说正悟看到就是看到，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是那个因缘具足的时候，你的级别啊。那以后会越看得越清楚，越看得越清楚，啊，你就开脱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叫悟后起修啊？你看到我这看的，对不对？你会很认命，规规矩矩，实实在在，大行的看也可以，因为你看的，你真的梦醒过来啊！你要知道啊，所以觉悟跟证悟啊，差一大截啊！觉悟你觉得再深都没有用，你看不就是看不，就很奇怪，讲的就这么清楚，但是看不就是看不，没有就是没有，就这么简单。啊，看到啊，看到就看到，都讲不出来。就好像你会讲苹果什么味道，讲的哇，又酸又什么又怎么好吃，什么好吃什么，你没吃到都没吃到，啊，吃到就是吃到，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啊，要找到自己啊，找到自己的本来。所以这句话就是自己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它是空灵不灭啊，它是具足万法，是能生万法。恒沙妙德，恒沙的功能，佛用的是理具，我们用的是四照，四照很麻烦，这是行业发现的。佛是心想事成，事事无碍啊。所以你看，所以呢，佛为了欲度众生，故时可见有相可说，有根有边，有热有能，青黄赤白啊，它可以变出来。那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现在也看到什么呢？有相可说，有根有边，有肉有能，有青黄赤白，是行业发现那个佛刚啊。我们是被业力牵引的啦，你看到了啊？我们看到这个境界，哎，地狱众生来看，哎呦，这门活啊！还有看到水是活啊，看到这个墙壁是刀枪剑影，那看的不一样。我们看到是外太空是虚空啊，天人看到，哦，这是我的香水海，你看我这香水海是水这么香，我们是咸水海，咸到要半死，对吗？不一样啊！你要知道，我们是行力发现的，它变出这个相，它的体性
直接变出这个相，它体现原来就是这个前面这一句：无根无边际，非热非能，非常非灭，非色非有色，非相非无相，非青红非赤白，第一空，空灵不灭，是生命的本源，是我们人人的本性，大家共同的本性，同共这个东西，因为它不是大小，你是个性的呢，它小而无内，虽然小而无内，含藏了宇宙全体的资料，无量劫无量的含藏的资料，不可思议啊！也在我们人人本地风光，佛就证到这个，他用了礼记45万，所以嘿，你看，所以呢，为度众生，故时可见，哈，有相可说，有根有边，所以呢，哎，佛要坐在那里，哎，光线从他那里放出去，真的从他那个应化身放出去，哎，你看见有相可说，你看佛身上放光在表演给你看，他表演给你看的，他心想事成，无住身心45万，这光明是冲在法界，对不对？佛在法身进去探一刻说好，突然就给他变白光、月光都可以，不需要有个像在那里，那是表演的，因为他应身在那里，应身不离法身的，应身是法身变得幻象而已啊，不是今天的报身都不是真的，唯有真的就是法身，就是本心，都是个性，这才是真的，宇宙只有他，其他都是假的，都是幻象，弄起给你知道吗？真的要知道这个道理，万法皆空啊，你知道，所以当你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万境当然是如如啊。为什么如如呢？空有同时，刚才忙欠起来，它空和有是同时并存的，那个有是你的业力变出来的，它的体性是第一空，空有同时，而你的心也是一样，空有同时，对不对？即空即假，哎呀，各想变成你就是跟人接触在人间的业事，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变这个相，所以心如境也如啊。所以弘忍大师讲，如如之心即是真实，但要怎么做到如如之心？如就是始终不变，一致而无差别，根尘接触有这个相啊，有这个相，欢喜相，他高兴相，烦恼相，心永远不会变的，如如之心。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讲，六根皆动，真心不动，如如之心即是真实。但如如之心，你没有看到如如之境，心怎么会如呢？因为你知道这境界，就是内根生外气界，这个境界东哈都是康性啊，就像你梦醒过来了，你对在思维那个梦境，心就如如了。那梦没有醒，那个心就不能如如了，就有顺逆境界了。有顺逆境界就有变化，就不是如了。所以要了解真相啊，所以在这里在说明了、啊。所以为度众生，啊，佛从这个本一绝代的真心、绝代的法身、绝代的本心、绝代的空性中，哎，应化出这三十二相应化身。而印度老师表演呢、啊，无自性的表演哦，从他身上放光明，因为爱怎么表演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具足万法啊，人生万法变化自在，心想事成，事事无碍，对他来讲是这样。但是当众生有业缘的时候，啊，那没办法，因为众生有业力啊，神通不能抵业力。但是对佛陀来讲，他毫无问题。哎，他放光明，从他印度老师放个月光三昧。哦，要放个黄光三昧，放个什么三昧？所以他放，他心想事成，毫无障碍。其实这个光真的表演出来，因为真如之心本身就是一个光明体啊，你知道？所以在这光明体，你本来在这个光明体里面，你不见光明啊，因为你在里面嘛，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呼吸，你不知道自己在呼吸一样。但是突然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光明，然后坚持了这个光明，好，风大就跑出来了。啊，风大，风大就是明暗的对比。然后你光看久了，我们常这个《楞严经》里面讲的，你一直看那个光久了，有灯花老像啊，然后就有暗的对比出来，这明暗的对比，风大就跑出来了。风大也是从我们真如变出来的。那坚持这个境界啊，地大就跑出来了。地大跟风大的相同，火大就出来了。火大跟地大的呼应，水大就出来了。那《楞严经》说的好清楚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就简单说到这里。你没有看过楞严经有吧？有没有讲到这一段？有嘛？是啊，本身就是光明体啊，啊，所以你要是证得自信，你就拥有法界，拥有宇宙，你想什么样，心想事成。所以这佛法界的一经法改是世事无碍法界啊，你要知道，佛法改一经法改是世事无碍法界，所以你要知道，极乐世界就是世事无碍法界啊。
那是佛的法界呢，那才叫极乐心想事成，无法躲过桥鬼啊，那、嗯、所以啊，这个所以欲度众生，务实可见，有相可说，有根有边呢、啊，有热有冷，他要热就热，要冷就冷，随他的。但是如果你是被业力牵引了，那惨了。如果你是寒，这个疤寒地狱，哇，里面都是冷的，光明都是那光线都冷的要死啊！而如果是八热地狱，所有里面都热的要死，随他的。心里发现他记住万法啊，那众生是四造三千，他给他造成热，造成冷啊。佛陀是随他的意愿，他想热就热，想冷就冷，想不见就不见，随他意。哎呀，这多自在啊！佛要把这个送给我们呐、啊，叫你明心见性啊，你最起码你来一个相貌见，相貌见你就有希望了了见，了了见的法身大师了。相貌见你保证你断见后，我告诉你，保证见，因为你不会再执着这个身体了。断见后啊，你要知道啊，相貌见就。你这一生就太有价值，太有价值了，你知道吗？你要看到，但这个东西你有看了没看，绝对别骗人哎！你要知道啊，这个就跟你有没有吃过苹果，有没有吃过一口，你自己知道吗？你虽然讲的再甜再蜜，没加到就没加到，就这么一回事。我讲的很够清楚了，就是这样。所以要骗他吃他一口，你要知道，正迹象见性，一定要有这么一个。一个你破剑后，这五剑后一下破掉了，你知道？因为你知道真相，法界的真相啊。所以啊，乃至唯有青黄赤白啊，啊，我这样讲这一段，这段不好讲，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啊，都可以理解啊、哦。好，王言起婆，比天中天以何一年放肆光明呢？大王，啊。这个阿瑟斯王又问啊，这个名医啊，乞婆啊，那佛陀啊，为什么一年要放这个光明呢、啊？哎，照到我身上来了，让我得解脱了啊！哦，但这不光明不是就像探照灯照着，四处都有啊，到处都有啊。但是呢，哎，其他人感觉怎样他不知道，但是他突然就觉得很清凉，很自在啊。啊，为什么会放这个光明呢？啊，哎，乞婆就告诉阿瑟斯王，大王啊，今世瑞相四相为己啊，以王先言四无良医疗治身心，故放失光，先治王身，然后即心啊。啊，这乞婆又告诉阿瑟斯王，大王啊，这个瑞相啊。这是为你而放的、啊、你看他虽然照满了大地啊，哎，对不对？那大家顶多是觉得哎很舒服啊，照得很舒服啊，这样而已啊，这很清凉很舒服。但你呢不一样啊，你一照到了以后，你所有的痛苦的疮痛都好了，你所有的苦恼忧郁通通忧郁症对不对，焦虑症通通好了，是专门为你而放的、啊、所以啊，大王啊，这个瑞相看起来是完全是为大王你放的啦，佛陀是专为你而放这个业爱三昧的、这个业爱三昧的一光啊，啊，那为什么要放这个呢？因为大王，你前面讲的这世间没有良医啊，这世界已经没有良医来医治你这个身心的疾病了，所以啊，佛陀。啊，你看，佛陀天眼测见了、啊、一千多里红果以南，一个人以别他都看得到，当然天耳测定了、啊，啊，所以佛陀随时都在圆照法界，啊，你要知道啊，这我们只能够听一个，我跟你讲话只能听一个，啊，对不对？我在跟你讲话，他突然在跟我讲话，说，哎，你小大点，你不要扰乱我，众生只是这样，佛陀没有问题啊，一百个他照听。一万个这照片没有问题啊，通通没有问题啊，你不要说什么，如果高等一点的神，他就可以听很多人的声音。你要不相信，你看看啊，你到龙山寺，因为现在有疫情，的人比较少，对不对？你去龙山寺看看，哦，每个人跳起来不会跳，哭哭哭哭哭哭，对不对？哦，他一直在别跳，哭哭不啊。所以你到龙山寺去抽签呐、啊，你不能把人家抽的签。抽了几千，把那个签支拿起来，菩萨是不是这一支不行？看了
第几号就要放回去，然后就说我刚才抽到什么什么签了，是不是这一只连续三个想飞想飞才可以确定的？为什么呢？那么多人在抽，你把它拿走了，里面不是少一根吗？也许那个底下那个刚好需要那一根，所以不能抽走。你想想看，如果菩萨只能够听一个啊，这哎叫白毒眼，你们这样呢，照排队一个一个来问，你们这么一问，我要听谁的？哎，不会，一起问一起听，是不是这样？你们是不是知道？很多神明都会这个样子，佛陀当然毫无问题啊，对不对？他虽然在跟人家说法，在跟人家谈话，在讲经说法啊，在回答菩萨的问题，哎，但阿舍世王在说什么，他也一样听到。这叫圆照法界啊，我们的真主事情太不可思议啊！那个为什么叫功德如红沙，不是你想象的、啊，所以佛陀一样听到啊，所以完全听到啊，所以这是为你的，因为国王，哈、啊，大王，你刚才在讲。这世间没有良医来疗治你的身心呢、啊，所以佛陀才放这个光，啊，让你起信呢、啊，疗治你的心身啊，然后你才会起信呢、啊，你才会去啊求向佛陀忏悔业障啊，在接受佛陀为你忏罪、啊，所以这个即心就是你才会真实的请佛陀为你忏罪啊。你看佛陀。一面在说法，一面回答那么多菩萨的问题，啊，佛陀入涅槃前很多菩萨问题，他坐在那里还听到阿舍世王在说：“哎呀，没有人可以去救助我们的心了、啊。”你看厉害吧？耳闻八方，耳闻十方啊，东南西北上下全都听得清清楚楚、明白。这是我们自信。为什么呢？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这些声音，这些光线。其实好坏都是自信变出来的，一法缘起无尽的法，虚空也是它变出来的，那虚空也是真如自信变出虚空的样子，所以你不要以为这虚空是虚空，一都是真如，所以地水火空跟四全都是真如，全都是真如，都一个体性啊，就像你身是这里一被人家捏一下，这里变成捏一下，你当然同时知道啊，因为它同时都是自己的体性嘛，当然知道我们是能闻所闻啊，我们是相待能所佛，是整个都是自己啊，贵也都是自己，所以这里面通通是自己啊，这整个法身就是自己一个体性而已、啊、法界是一法所应啊，所以这一个地一空空灵的觉性，无尽的缘起，缘起是阳光，缘起是月光，缘起是我们种种的电力、水力，种种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它缘起出来的，一法缘起，无尽的法，互为缘起啊，互舍互融。那无尽好多法，无尽的法又缘起一法，缘起的一法又缘起其他法，原来缘起缘了一大堆。这世间生如万象，都是那一个真如自性，就是我们人人生命的原貌，这个东西变出来的。有情是它变的。气世间也是他变，都是他变出来的，色法心法全都是他，所以你不要把色法跟心法分开，因为就是他，前提都是他。外道心无二元论，心跟物是两件事啊，所以物没有意义，是心把它变成有意义。佛法告诉你缘起的真相，心是二法，全都是我们本性，让你觉醒演绎出来。就像你晚上做梦的心法、色法，全都是第六识变出来的，对不对？要知道这个真相啊。啊，所以啊，故放思光，先至王身，然后即心呐、啊。那王言，启婆，如来世尊也见念耶？启婆答言：譬如一人而有七子，是七子中一人疫病，父母之心非不平等，然以病子心者偏多。大王，如来亦尔。以诸众生非不平等，然以罪者心者偏重，以放逸者佛者慈念，不放逸者心者放舍，何等名为不放逸者？为六住菩萨。大王，诸佛世尊以诸众生不观种姓，老少中年贫富时节，日夜心术工巧下贱，同仆憋死，为观众生有善心者，若有善心则便慈念。大王，当知如是瑞相，即是如来入业爱三昧所放光明啊。
啊，那光听了以后啊，心里很感动，也很讶异。我以前处处要想要伤害、要害佛陀啊，跟提婆达多两个人计划啊，怎么伤害佛陀，而且谤佛、毁谤他，哇，怎么都会谤佛陀啊？哎呀，所以虽然听事实也是这样，那明明一个光线照了身就解脱了，这岂不再一跟他这么详细的解释，这个佛陀是为你放的，你看他还有疑心呢、啊。所以告诉你，我们不要随便去毁谤一个学佛的修行人、啊、毁谤以后那个业力造出来就是这种感觉啊。你看他还说，哎呦，岂不是真的吗？啊，如来真的会这样顾念我吗？我以前那样害他，对不对？他 这是真的为我放的吗？这是正经要救我的吗？这真的吗？你看还在怀疑，你看那个反作用多大啊，对不对？那乞婆就回答道，啊，你要相信啊，佛陀看我们都像小孩一样，都像他自己的独子啊，你要相信啊。所以乞婆就举例说明，就好像一个人有七个儿子啊，对不对？这一个人就一人就表示佛陀，这七个儿子，第一个就是六道众生，第一个儿子六道众生迷惑颠倒，第二个悉陀含、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这七个，对不对？而我们众生是属于六道，六道众生悉陀含、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菩萨，这七个，这七个，那佛陀了，对不对？那这七个是从哪里跑出来的？这六道众生，悉陀含、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从哪里跑出来的？真如自性，都是本心，同共一个本心，大家都同共一个觉心，刚才的心，同一个心，啊，全体就是有情无情，司法界三千是同一个心，空性变出来的，啊。所以密教讲啊，见空性，为什么？你就看到一切法都空到，就真见到，原来它就是一个性变现出来的，见空性啊，啊，脱一个体性变出来，这一人就是自法身，啊，变现这七类有情啊，那这七类我们薄地凡夫是六道众生呐、啊，所以有这七子，是七子中一人一病啊。这一人就是指我们六道众生，啊，有见思二惑，有贪嗔痴慢疑二见呐、啊，啊，你看看，包括这个四空天人，那他都有见惑啊，他不仅思惑没有断，连见惑都没有破啊，所以为什么悉陀含果都远胜于这个四空天？虽然四空天人寿命很长啊，但是呢，他见惑都没有破啊，所以八万大劫以后又回到一界来了。人家悉陀含果是七番生死还不用八万大劫，他成阿罗汉了。当然，悉陀含果远胜于这个四空天了、啊，所以你要知道啊，我们如果你不了解学习佛法，目的就是为了要见性的。你在修禅定过程，你修啊种种诵经啊、读经、修禅定的、啊，遇到种种境界的、啊、无念的、啊，坐在那里没有念，心清积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很高兴，以为那个境界。所以有人修到了一禅、二禅、三禅、四禅，哦，有人修了神通了、啊，自以为哇很高兴，他成果了，要不会的，要开悟见性，以这个为主。你要知道啊，这个都是过程啊，你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你要研究经教，你了解这诸法实相的妙理，透过这样解行相应，到最后目的就是为了开悟见性啊，叫你真正证悟见性。所以禅宗问了开悟了没有，那个词开悟就是问你证悟了没有啊，你要见性只有证悟，它不是你见到什么，而证悟就是看到了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你在修学这禅定，你得了神通啊，得了心心积极啊，得了无念，一个念头都没有了啊，心心积极心都是为了开悟见性。你不要说我、哦、心心积极，我、哦、有了神通了，哇，我已经证果了，也得还呀，那你这一看没有上去了，还是生死轮回啊，还是心外见法，薄地凡夫啊。你要知道，无论如何是为了见性，见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
这个其中一词一病啊，这个是我们六道有情啊，有见之而后啊，所以一病，父母之心非不平等呢，然你病之心则偏多啊。那对这七个小孩啊，如果说我们父母亲七个小孩里面有一个小孩子生病啊，其实都很健康，你这关心哪一位？当然是病了孩子嘛，病了遭遇啊，这个小孩子生病怎么办啊？所以佛陀最关心的我们六道众生啊，记得这其他都像阿罗汉国，这七陀王国七番生死正阿罗汉啊，这个还比较没有关系啊，那这个六道生死一不小心都到三恶道去了。所以在我们人间法界里面啊，就拼命告诉我们，你不想出三界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要堕三恶道啊，你要保住你的人生啊，叫我们修人天法，然后在人间里面，嘿，你的啊怎么堕人生呢？十五界五界里面藏了出世间法，你五戒除得好，一定走入出世间法。你知道五戒持得不怎么好，才会得人生呢、啊。持得好就走入出世间法呀、啊。啊，那你要升天，升天享福啊，可以啊。那修十善呢？十善修得不怎么很好，才会升天呢、啊。十善修得很好了，变成菩萨出来，因为十善就三业啊，有下品十善、中品十善、上品十善，啊。再上去就四无量心，如果我们把四无量心也分成了三品啊，下品、中品、上品，到了上品的四无量心再上去了，就身口意三业清净，三业清净佛出世啊，三业不净佛灭度啊。那如果说身口意三业清净的再提升再努力再提升，就三轮妙用了，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三轮妙用常乐我净啊，正法身成佛道，你想看，这十善业不可思议啊，这佛的智慧啊，所以我常讲，你以为哇，上十善业二升天了，他可以成菩萨的、啊，就看你怎么用功了、啊。所以，父母之心非不平等，但对于病子心则偏多、啊。大王，如来一耳啊，佛陀一样，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对那个有病的小孩子特别关心呐、啊。并不是心不平等，对众生不是心不平等，但对于罪者心者偏重啊。就像父母亲看到有病的小孩，特别关心他，怕他堕到三恶道去的。那一放逸者，佛则慈念呢、啊。啊，对生活比较放逸的人，佛陀常常要看他啊，生病的偏重，那比较放逸、比较随便，都看多注意他几眼啊，一不小心要赶快把他拉回来。佛则慈念了，那不放逸者心则放舍，那不放逸的他一定会用功的，这绝对没问题，他绝对不会堕落，只有会前进的，佛则放舍了，好一家的气啊，他没有问题的，他也会可以成佛了。那底下就说明了，何等名为不放逸者，到什么境界佛就安心了，为六住菩萨啊，六住菩萨当然这是指别教，别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如果是原教六住菩萨还得了，那法身大士这无功用尽，那波降前佛的啊，三不退的，那佛当然不用放逸。但这个词，别教六住菩萨，这别教六住菩萨叫做正心住，正当的正心住，因为他见后断了，事后整心的最后啊，最后一个位阶啊，到了七住，整个事后就断尽。断见识二后了，菩萨断见识二后，一再上去就行不退了，啊，再上去七信，啊，不七住，别叫七住，再上去到了八住就行不退了，哎，变成两个不退啊。但原教到了，如果是别教来讲，到了初地，那就三不退，念不退，啊，念念流入娑婆若海，那就成佛了。但是佛可以比较安心放舍了，那就是这个第六住正心住，因为正心住的这位菩萨。在一切的顺逆毁意心都不动，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毁谤也好，啊，变成赞叹呐，他都不动心，了不动心，佛就安心了，就可以放舍，他没有问题，他 OK 了，对，所以你看到这样，佛才对你比较安心啦。说大王，诸佛世尊一致众生。不管种姓老少中年贫富时节日夜心术工巧下贱同仆
逼死啊！为观众生有善心者，若有善心，则变慈念。所以佛度化众生，这叫什么？不选择时间呢、啊、地点呢、啊？啊，良辰吉日完全没有，这有教无类。只要你肯学，不肯学，佛还要想尽办法要帮助你。啊，在佛寺的时候，有位城东老母。佛陀看他根本就不行，就不亲近佛陀，他啊看到佛陀他就要逃，所以佛陀很想帮助哎这样的众生啊，他也不是很坏，啊就是就不想学佛，不像那个提婆达多啊，都要害佛，他也没有，啊就是不想亲近佛法，那佛陀啊还是找他。从他的家门那、啊、东门进去啊，他从西门跑掉了，从南门进到北门跑掉了，就不愿意见到佛了。好吧，佛陀从东南西北从空中也降下来五个分身进来了，他那捂着眼睛哇哇哇大叫，他在那里哭，啊，佛陀说没办法，所以啊，佛有三不能，因为人间法界，佛的一生法界是四十五爱，心想事成，没有不能的，但人间法界人的业力不一样。所以佛有三不能，众生定力佛不能转，那佛不能转，谁要转？自己靠自己。像咖啡加糖，佛有能力把你业自在，你马上业报现前把你延后，那你赶快去修福，把这个福位加进去，让你这个苦难减轻，这样你没感觉。但是所以众生才行，众生定力佛不能转。如果能转地狱众生，还早就地上说菩萨把他们送到天上去了，那不可能的。众生定力佛不能转。第二，佛无法度无缘众生，像城东老母，他怎么都不接受，怎么都不肯听。佛无法度无缘的众生，所以为什么佛在行菩萨道的广结善缘，广结法缘啊？第三，佛无法度尽一切众生，因为这世间都是一半一半的。我们虽然有这么多的十法界众生，生就是无生，因为他体性的真如，就像梦里面的境界也体性的心，所以你看这十法界一切有情啊。东西尽了，一就是一切啊，就像海浪的海水啊，它这个海大海中的这个海浪啊、水波啊、水泡啊，有没有办法让它全部没有了？那不可能，因为它风一直在吹，只要风一直在吹，这个海浪破了，这个海浪灭掉，又一个海浪起来了，这里水泡破了，这里又冒一个水泡，对不对？因为风在吹，这时间就是这样。我们世间都一半一半，有一半的黑，一半的白，有光就有暗，有佛就有魔，或者一半一半，这世间一半一半。所以你众生成佛其实也不增不减啊，众生又这个觉性里面，众生又迷了，又跑出了一些新的生命，又跑出来了，个体富又生出来了，所以没有办法度尽的。所以佛没有办法入涅槃，因为永远度不尽，因为其实生就是无生，这世界本来就是一法之所以，一直去住相。哪里有你，哪里有我？他这个真如自性了、啊。现在就是一进门都是空的，不是到以后就是空。现在只是你不明白、不悟而已。现在呢，五蕴六尘当下假空，一直自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今天说的好清楚啊！所以佛无法度尽啊一切众生，法界一切众生，因为度了这边又冒出来，这世间都是一半一半的。想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佛有这三不能。众生定力佛不能转，无缘众生佛不能度，佛无法度尽一切众生。如果众生不会再跑出新的，那就有办法度尽了。因为佛有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但没有办法，他生就是无生。所以我们虽然有现在有众生，我们生就是无生，对对，因为你的本性，这个五蕴都是假的。你真有了就是佛性，那你要出来弄佛。所以你要知道，你全体真有的就是佛性了、啊，所以无明可以破啊，我们见识后可以破啊，我们的自摸无明可以破啊，我们根本无明就可以破啊，佛性破不了，因为这法界就是佛性，一对一变出来，你怎么破？只有它是真实的，只有它是先天地啊，比天地还有天地一变出来，就好像你梦境里面呢、啊，所有的这烦恼苦难在梦境里面，对不对？梦醒都无啊，心就跑出来了，你就是这样。你要知道，你通身真有就是佛性，这个是假的，这是假的啊！你要知道，包括我们的第八识，我们这虽然这第八识叫第八识叫
先来后去当主公，对不对？第八识，对不对？先来后去当主公。第八识是生灭跟不生灭的活活的啊。如果唯识学讲，它纯粹是生灭的，这是我们在大乘原教在讲是生灭跟不生灭的活活的。那个不生灭就是它的体性，就是佛性，进入一心本性。那生灭就是因为往外缘，它起的浪是浪而已啊。所以当你不让往外缘，是浪一平，哎，本性就出来了。那八识的体，八识没有真的体。八识的体就是本性啊，那因为你生灭了，就行业牵引，这啊，这色法心法都是我们的佛性给它变出来，这鬼心弄转，都是真如之心变出来。所以佛陀根本不需要哦入金棺，然后再点火涂壁啊变手指，不需要化魔都魔去，一生就不见了，因为他体性就是空性，空性才是他真如的本来面目。所以那个密教。啊，有修那个红光身成就，那还不是真的修得很高。你看他就，他这样在这样一直修，你要走的时候，哎，突然这开始看得有点模糊，一点模糊，一点模糊，突然之间一阵光明不见了，一阵红光不见，人就不见了。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影片呢？上次电视在采访一个记者，去采访有个密教修成功的人，啊，他要走了，他告诉他很好的一个记者的朋友，说你来看，我要走了，哎。他表演红光生成就，人住在那里啊，哎，这不是大卫魔术啊，你们不要以为大卫，真的是这样的。镜头的，然后他开始有点看起来有点模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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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一片红光不见了。密教有红光生成就，听过这个？那是真的，因为体性都是真如，只是你达不到这个功夫而已啊。啊，法界即真如。浩瀚的宇宙，这无量无边法都给有的，就是真如第一空，就是你生命的本源，就只有它是真实的。所以啊，这个我刚才讲了，佛这个无法度尽众生啊，这三不能，无缘众生佛不能度，众生定业佛不能转啊，这三不能。那如果众生有愿意受教，不论时节，白天晚上深夜啊，都可以，只要你想去请示佛陀，佛陀马上告诉你，不分白天深夜，日夜星存，刮风下雨啊，良辰吉日都没有这个都没有这个选择，有教无类，哈、啊，乃至屠夫啦、啊、贱民啦、啊，乃至国王啦、啊、大臣，完全一样平等待遇，完全一样。所以啊，有一次佛陀生病。身体病痛很不舒服啊，刚好到那个金色啊，在房间要躺一下休息，刚刚躺下去啊，就听到阿难在跟人家对话，他听到了啊，因为有一个人要来啊，有个外道还是外道的要来请示佛陀佛法，阿难在跟他讲。哎呀，佛陀生病了、啊，身体不舒服啊，很疲倦，现在躺下来在休息，是不是？啊，你明天再来啦，啊，这个明天再来，让佛陀休息一下。佛陀在里面听到的，阿难，声音还带着有气无力的声音，阿难，请他进来吧，赶快扶我起来吧，还要继续跟他说话，让这个外道证阿罗汉。你想想看，真的是有教无力啊。包括自己病了，他都愿意来帮助众生。所以只要有善缘，佛一定帮助你，毫无条件。就像父母亲看到自己小孩，啊，对不对？生病了，再苦恼也要想办法。你看那个这次那个新冠肺炎，那个父母抱着那小孩在雨中啊，这样抱了啊五六个小时，看眼睁睁看到小孩子，我想到都觉得很可怜。那父亲眼睁睁看到儿子这样。病眼睛花白，你看那个心痛像刀在割一样，保证是这样痛心啊，这个真的是有些啊没有办法了啊，反正这真的政府有责任的，这是有责任，没有事前没有安排好，这是没有办法，你一下没有安排好，你就想要与病毒共存啊，那就很多事情就手忙脚乱了，换了啊这个这脚步就乱掉了，所以啊，这个为观众生有善心者，若有善心，佛便慈念。这善，你有一丝善心，佛就要度你。这善心，
佛就有办法叫你修学正法啊。那如果一禅体，佛都要想尽办法用神通力量来帮助你啊。所以佛事门中是不舍一人啊。大王丹之，如是瑞相，即是如来入业爱三昧所望所放光明啊。大王啊，你要知道这个瑞相啊，这个光明相，这是如来入业爱三昧所放光明啊，像月亮一样，人人喜欢，人人啊都很乐意接受月光的普照啊。啊，夏天如果阳光普照，受不了，热死了啊。所以哎，这个佛陀是表演的，我刚才放月光三昧，那佛陀一定是表演一下，入了定放光一定是在表演的。其实佛陀心想事成，这整个境界，这自信，自信本身就是光明体啊，它要什么光都可以变化出来，毫无问题的啊。这个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啊。那是我们这一段把它讲完，因为就这比较简单哈。王继问言，何等名为业爱三昧？启伯答言，譬如月光能令一切优薄罗华开敷鲜明，业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众生善心开敷，是故名为业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能令一切行路之人心生欢喜，业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修习涅槃道者心生欢喜，是故复名业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从初一日至十五日，形色光明渐渐增长，业爱三昧亦复如是，令初发心诸善根本渐渐增长，乃至具足大波涅槃，是故复名业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从十六日至三十日，形色光明渐渐损减，业爱三昧亦复如是，光所照处所有烦恼能令渐减，是故复名业爱三昧。大王，譬如盛热之时，一切众生常思月光啊，月光即照，遇热即除啊，业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众生除贪恼热。大王，譬如满业众心中王为甘露味，一切众生之所爱乐，越爱三昧亦复如是，知善中王为甘露味，一切众生之所爱乐，是故复名越爱三昧啊。那这个名医启婆为阿舍斯王介绍这个光叫做越爱三昧，表演的表演啊，很让你能够啊清凉自在吧，叫做夜光三昧啊。那大王这天，那是就是何等名为夜光三昧呢？那什么是夜光三昧呢？启婆啊，这名就告诉阿舍斯王，就好像夜光啊，能令一切优波罗华，就是青莲花，青莲花没有夜光它不会开的，夜光一照，哎，它就开出来呀。啊，青莲花带着香味呢，开敷鲜明呢，还有个清香味道。说月爱三昧亦复如是，没有月光，哎，青莲花不会开啊啊！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月光上面一照，众生欢喜，它能够增长善根呐、而能变成啊跟佛有缘啊，能够接受佛的教义，能够令众生三心善心开敷啊，变成有缘人，能够接受佛法的教义啊，是故名为业爱三昧啊。所以大王，譬如月光能令一切行路之人心生欢喜，业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修学涅槃道者心生欢喜，是故复名业爱三昧啊。啊，像我们行路之人，到了晚上啊，啊黑暗的、啊、看不到，有月亮啊，从云破月出啊，而且是啊。十五的月亮，哇，大地一片白光，又照得非常的清凉，这行路多高兴，哎呀，一片光明啊啊！所以这业爱三昧亦复如是啊，能让我们修学解脱道的涅槃解脱啊，极尽永安啊，让人心生欢喜啊。
所以你看到了夜的时候极静，对不对？啊，我们白天啊，静坐的时候，坐禅的时候啊，反而心容易浮躁，因为比较炎热。但晚上一静坐的时候，哇，心好清凉啊，啊，然后有时候听到那个晚上极静的一些虫鸣的声音呢，嘻嘻嘻的声音，哎，不知不觉就反而自信心的安定了。啊，就达到了心心急急急急心心，但我说明了，心心急急心急急心心，乃至于你都觉得哦，一个念头都没有了，啊，乃至于你我觉得得了三昧了，得了禅定了，有了，我告诉你，目的就是为了开悟，为了证悟见性。嘿，你千万不要，我已经心心急急了，就自鸣得已，糟糕了，那只是你心外见法，你呢？那个心心急急心外见法啊，开悟是看到自己啊，这是重点。所以你在修学过程，任何境界不能执着，执着就到这里为止，因为还变成障道的因缘了。继续用功，只问根源，这些通通要放下。到有一天莫名其妙在某个地方突然，哎，就这个东西你就悟到，只开悟见性。所以见性怎么见？只有开悟，哎，但是不是觉悟？觉悟是道理知道，但是你没见到。但是证悟就真正见到了，完全感受到。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你在修禅定过程，在读经，在研究这个道理，目的就为了见性，就这么样。未到见性以前，都是那些只是过程境界，都是过程而已啊。那见了以后有相似见，目的是为了了了见，了了见就成佛了，成为一切诸佛啊，要记得啊。所以呢，这个修行涅槃的心生欢喜，是故名为业爱三昧啊。接下来启婆又告诉阿舍师兄，大王，譬如月光从初一入至十五入，形色光明渐渐增长，业爱三昧亦复如是啊，令初发心诸善根本渐渐增长，乃至具足大波涅槃，是故复名业爱三昧啊。月亮一样从初一啊然后这个过程中有上弦月，慢慢慢慢变成满月，所以从初一到十五，月亮大小不一样，啊，就好像让这个初发心、初发菩提心的佛弟子啊，善根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到最后了，证得三德涅槃，具足大涅槃的三德涅槃，所以故名为业爱三昧，让你成就无上菩提呀。那大王，譬如月光从十六入至三十数，形色光明渐渐损减，一二三面亦复如是，光所照出所有烦恼能令渐减，是故复名为一二三面啊。就好像月亮一样，从十五以后啊，就变成下弦的月亮，到最后月亮就不见了。所以到了每个月的月底，那一天叫毁月，毁月就是没有月亮，月亮就消失不见了啊。那初一有一点点，像个线一样，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变成上弦月，到最后满月，啊，然后十五号以后就慢慢又变成下弦月，到最后不见了，回月。所以每个月的月底那一天叫回月，月亮不见了啊。所以这复明一二三昧，你的烦恼到最后不见了，没有了啊，一切烦恼断除啊，从见思烦恼、自梦无明、根本无明破除了，成为一切诸佛，所以故名为一二三昧。大王，譬如盛热之时，一切众生常思月光啊，啊，很热的时候啊，在月亮照得好清凉啊，月光既照，亦热既除啊，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众生除贪热恼啊，啊，像印度听说现在哦50度，你想想看，那多想念啊，这个晚上的月亮一照清凉啊，那加上凉风一吹，哇，那简直太舒服了啊，能令众生除贪热恼。说大王，譬如众业满业众心中王为甘露味啊，一切众生之所爱乐，就好像到了夜晚的时候啊夜满十五的啊夜中的十五的月亮啊，旁边啊这红云托月啊，众星拱月，所有的星星拱了月亮，所以月亮是众星中之王，它最亮，它旁边这叫众星拱月，所以月是王，它是甘露味啊，甘露是不死药，是最高的了，最高的味道了啊，是甘露味，一切众生之所爱乐啊，
最喜欢呐、啊，这月光、啊，月爱上面亦复如是，是诸善中王，诸善中里面最圆满的啊，为甘露味、啊，所以一切众生之所爱乐，是故名，是故复名月爱三昧。所以佛这个光，这名叫月爱三昧，能够让你啊增长善根，证无上菩提啊。如果这个众生如果有疾病的，如果让你疾病远离啊，深得清凉解脱啊，自在快乐，所以叫月爱三昧。好，我们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这个月爱三昧，这个比较简单，我就讲快一点啊。好，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